ヘランチ。Hey, sir. Sa chong. Song ba, xin song ba. Da yu yi xin. IC カードを置くとデータが見れるよ。不要战斗，不要了。啊，看会不会有那个？不会有四星吧？乱入。我们都没，今天都没出四星哎。中间的，哎，这个要什么才可以过？哎，不过了吗？这个看看，按啊。这个中间，哎，我们这还没打哎，阿哲。这个有。打 B 大学同学有人叫阿哲。哎，一样的。谜样洋房，他为什么都这么老口啊？那有很多除了十五大学都有，我那十几太少，我一点都不要他了。那个，他说那个要换我出这个，嗯，喝点水。那就问。徽章的，等一下再开啊！对手会使用必杀技以外的招式，所以他会出布、石头和剪刀。你不要着急按，你要想一下。那反正我比较搞，打好少，这个也打很少，然后血比较多。宋经理。我用屁股打呀，太丑了。我今天看会到，抱歉。对手从方才就有顺时钟方向出去了，他刚才出剪刀，所以你觉得他会出什么？那种剪刀，顺时钟怎么？会出石头。所以你要出什么？我直接秒啦，这个有很没秒。你觉得呢？谢谢。这会秒吗？该。没有吧？你刚才攻击好像110几啊？对呀，这是不会秒的，这血有点少。115啊，对啊，115。哦，那个镰刀螳螂。猜拳手画哎。还有镰刀螳螂，我有那个啦，我很想要那个。大琉璃新蜻蜓，你有了吗？琉璃的凉风。哦，龙卷风哎。这么大。哦，打。这个就没有了，你要自己猜。哦，死的啦！赢了吧 ？OK。第二回合，对手将会使出必杀技以外的招式。知道啊？我按满呢。还好你超完美防御。打超少哦！中华剑角黄，宋经理，等一下，这打很少吧？端哟哟，他是用脚踢你啦、啊，他不是用屁股撞啊。对手刚才就以顺时钟方向出去，他刚出石头，所以现在会出什么？不，那你要出什么？剪刀。他出布，所以这就没得猜了。哦，平手，还好是平手。你现在主要任务真的后面就比较难，那还要用猜的。有，平手。血都平手了，哇！他没有很强。没关系，你等一下不要猜错就好了。反正还有一场。还有一场，我记得是第二场，是第二场。要被助手踹了。华丽金属糖。哎呦，我很想。血火剑兰，哇、哦，好帅哦！哇，20滴血。哎呀！对手从方才就有顺时钟方向出血，他刚出剪刀，你觉得他会出什么？他刚
他出剪刀，现在出石头啊。那你要出什么？木头啊。对啊。哦，大橘死了吧？死了吧？年轻见海神，五十几滴。对。八十一滴啦。五十。八十一滴啦。八十一滴啦。八十一滴啊。哦，八七啊。哇。幸好我冲不起来，结束了。好好的。阿哲击破。你要听他讲什么吗？你给我那么烂的补充吗？来个四星吧。不可能，他不会。哦，你有了小金龟。小金龟。你也有了。可不可以别的来个新的吧？至少新的。至少有新的一些吧。一直重复，就说到后来都一直重复啦。有分金龟了。我就分金龟吧。有一只新的了。我就分金龟吧。之后分金龟也一直出啊，你看他出好几次了。所以不用担心了，分金龟。粪金龟，他们说粪金龟在埃及的传说里面叫做圣甲虫。甲虫吗？它叫圣甲虫，神圣的甲虫。它会被刻在那个埃及的法老王的棺材上面，守护着埃及法老王。如果你去打扰埃及法老王，他会来咬你，把你吃掉。怎么可能？他们是这样传说的啦。传说是不可能。他们为什么那么遵从粪金龟？是因为埃及的世界观说，觉得那个粪金龟像一个地球，它在推，等于说这个金龟在推着个地球，所以它很伟大。它觉得我们就是这个地球，它在推着这个地球，保护着这个地球，所以他们把粪金龟当作那个他们的圣甲虫。混蛋！是真的啊，是真的啊。啊、嗯。这是传说啊，传说不可能。传说是这样啊，但也有可能是真的，但它没有考。传说跟真实事件不一样，就是传说没有考证，没有证据证明它是真的。可是就很多人都有听过讲过。好，下一场。